这不止五个吧，六个七个了。안녕하세요我是来自韩国的金爱麟。你从小就骑过？你没有看见吗？我骑电动的时候多么帅！太恶心了！야빨간머리，빨간머리，雪莉朗尼，头发这样蓝色吗？快点，我要帮你再蓝色。染成黑色。真的不好看。我老公现在带我去。菜市场，传统市场。老公，那边有没有街头小吃吗？去看看吧。听妈妈说有，是吧？哦。出去看看吧，女儿。老公，我一看就知道了，这里边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我多么喜欢街头小吃。你回去跟妈妈生气吧，这边的朋友妈的妈。我真的今天要妈妈生气，因为妈妈也知道我多么喜欢街头小吃。一会儿就生气。好嘞。啊？表情管理，有鸡叫，听见了吗？你进还是不进？我们要吃什么？去看看吧。又看。走走走。这还有垃圾箱，箱可以看。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新的决定吗？那有门开吗？要我们这样不开吗？我老公开了。我们要吃什么？还生气？我现在一定要跟妈妈生气啊！好嘞，妈妈骗我。这是什么？丸子。丸子。啊？丸子。丸子。谢谢。丸子很可爱。哇哦，不错呀。好吃。我做你的香米儿米饭吗？对，一直打面。你去吧，好吃。为什么不拼了？我不喜欢不拼。来，진짜맛있다。간장，간장에조린고기느낌。我都开着呢。哇，진짜맛있다。이거고수지。한국대好香。啊，这是海菜。大餐。大餐，豆腐大餐是吧？对。大餐，豆腐大餐。买两个吧。馒头，一般山东人吃馒头嘛？对。我就在深圳的时候，一般人家就一般，真。吃这个没有什么味道。都一块吃。馒头合适的菜没有。都是馒头合适，是吗？所有菜都合适。豆大肠没有味道，
我又是我这个大餐都是货能感到味道臭味那是你看没有合适的没有喝馒头合适的菜所以我没办法一起吃馒头当时好苦不是我的软软的 Q 弹的大肠这个是怎么说这个香而不腻香好香而不腻那么那么好哦你这样不懂到底喝早餐没有合适的菜是什么其实这个丸子太小一次一口五个最合适你这不止五个吧六个七个了六个就说你小时候数学是最不好的谁告诉你韩国妈妈爸爸韩国妈妈爸爸其实一上一考试就是一学期就睡觉跟德善一样所以我考试期间我比平时更早睡着了所以我爸爸就知道了最近爱琳太奇怪为什么这么早睡觉吗难道是他最近考试期间吗考试的时候考试期间要复习很多你复习就睡觉了是吧、对呀那你为什么工作的时候晋升的晋职的时候每次考试都成功了因为能赚钱工作你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能睡着不可能下辈子来你的啦汤也很好喝来他们那个我一会儿那个去吃吧三个汤味道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丸子汤更好喝我也觉得丸子汤好喝是吧爸我想吃甜甜的好吃吃吃别忘了回家跟妈妈生气当然但是我现在有点消气了但是你说的话不能反悔你是一个男人要减肥每一个이런게행복이지还是啊不要忘了啊生气去妈妈我回来了啊干嘛呢怎么累成这个样子啊妈妈不是生气我爱你妈妈去吃好去了菜超市菜市场但是没有这么简单那里没等没有多少小吃都是卖菜的卖肉的其实我也知道骗了你爱了谢谢大家请见你看二次的视频拜拜